镜后照镜，气势真饱哎！双门跑车，一直感觉好赞。蓝牙喇叭标准配备啊。他怎么回来还没有整理？我跟你讲，他整理完就坏了啦。等我们整理好，再跟大家分享。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比。哎，谁的卡嘞？我们的好了，好了就算了，颜色都卡好了，像不像？结果不是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粉丝，他特地从彰化开上来的。本来我们要下去估了，结果他都冲上来，因为冷气不冷，担心我们太热。就冲上来了，这么好，这么有心嘞，价钱他们讲好了，他们就冲上来了，就尴尬了，算强吗？是我们被强，还是要强他？拭目以待好了啦。这是五代的 City Car， 哎，这看不到，我们有一台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稍微跟车主聊了一下了，为什么要卖掉？其实他有三台车，他买大概一个多月，大概两个月而已，六月份买的啦，现在七月发也对啊，不到两个月嘞。这台没怎么在开，被他老婆骂说啊，你买这台车要干嘛？他也舍不得卖了，他怕说我们下个礼拜去的时候他还反悔，他不卖了。人冲动过了就冷却了吧，啊，算了，不是老尾二啊，不差这钱啊，有时候都会这样啦。我带你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看巴嘎的，他这个是改色了，原本没有这种颜色。我们同事看到误会，因为有贴这个，以为是我们的车卖出，没有回来的。嗯，对，不是。看过去整体是还 OK 啦，可是还是有一些，你看，就漆都爆了啊。讲到这个，漆爆了，对不对？可能之前有去 A 道或者是太阳晒才爆了，它在上来的途中被石头打到。你看，跳脚踏多少点？弟弟啊，好不好？这个玻璃不晓得买得到，买不到就是它还有没有裂很大，还可以补一下了。这可以补吗？应该是可以补啦。假设我们今天去开的话，出去被石头打到，这是风险。刚刚你还没来的时候，跟他聊一下。目前冷气不冷，因为他有去给人家评估，就是比如说有可能啊换的话，有点风箱冷啊、风障阀、天玺啊、压缩机全部都换掉。压缩机最简单，拆下来。如果是风箱就比较麻烦，用前台拉气板。这边他也是有整理过，我水管这边，下面还有一点湿湿的，有没有？下面都还湿湿的。对啊，这到时候真的有买到这个还是要处理啊。啊，他烤成这个是绿色，原本是红色，对啊。基本上保养都有做了，排气管要换啊，还有加装一个尾翼，老车这样边开边修。传动轴刚开也有点声音，这传动轴声音还可以开，冷气坏了就不能开了。铝圈有换过啊，三爪了。对啊，啊，他有改一个方向盘，赛车的方向盘啊，这是手排的，武术手排。哎呦，手排的呢、欸？手排的啊，手排的话就是要它发动一定要踩离合器，踩到底才可以发动。嗯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它的那个面板都在这里。对啊，冷气面板啊，它有改这个安卓机哦，这个就是比较小台的了。啊，这开关你看，这开关应该都当时都坏掉，它有改这个的。哇，这玻璃啊。那、啊、这是锁门的。对，锁门的，整体的还可以啦。啊，排气管你要改来听一下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对，还要改一个转速表。那、啊、它原来转速表不会动。对啊，它都不会动。现在看过去刚好就这一个小颗颗把大颗遮住、欸、它蛮有心的嘞，真的是很早出发，不然会热死。像这种天气啊，这个是冬泳啊，耶，哎，这个可以换的哈、哦、这里啊，你看这边有一个烟疤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这个我也是他车子自己在加装的，对，他自己扒的水滴控啊，他说后面的撑杆也比较弱了，以前都要放一个中低音啊，这应该是它原本的一些废品。这个是前面大灯旁边那个盖子，大灯的中间那个盖子。哦，你说引擎里面的那个护板，这个都是一样。你看，就久了都这样，就太阳的面积都晒到都，两边都一样。啊，这个是这样拨的，这啥？你阿公姐这啥？啊，这个电动后视镜呢，当时应该算蛮高配的了。哎，这讲起来是安尼较好，我拢袂打开吼，都不会掉，这个都不会掉。这没有这个皮啊，没有，好很多、啊。它其实内装还不错，整体来讲算还就那个洞，对，那个洞而已，其他的都算健康啊，是不是？90的呢？90车距啊，它可以啊，只要是99都之前都可以。其实外表都还算不错，只有前后保，后保也有一点。
哦，这个也爆掉了。对对对，前后爆。啊，这要怎么估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问一下我们之前那一台买多少，对不对？啊，隔那么久往下修嘛。他是说往上涨。哎呦，可以左右各加一次。哦、不行了哈。直接去倒。试一下、啊，看离合器放得怎样啊？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对吧？前进，这是八股。好，可以。不会不好录啊，这应该是换过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两层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它用锁的，你看，它就有楼梯，要楼梯。这一颗没有锁好，这一颗就比较好，就被掉。旁边应该是正常的，正常应该是这样。可是这个都坏掉了，这个应该也差不多快坏了。这卡住了。里程数这是公里还是迈的？14万迈。对，14万迈。刚再开好像有点重，现在还好。哎，90啊，1990才对，这一代都是2.2的。等一下我们去了解说买的时候冷气是好的还是坏的、嗯、他是人家把它弄好卖给他。那、啊、他为什么要骂？因为车太多，车低车多啊，买这台就被骂、啊、买这台干嘛，你买这台没在开，不拆机啊，不不不这台就没在音啊。我跟他直接叫的老公啊，因为我都脾气还不剩了啊。灯没关啊，灯没关就是像以前像火车有没有，我收集差的那里哇平交道那种。他这个是自备架，可是刚自备架好像卡不住了。他说那个铝圈是说不知道什么牌子正的，那有一方到螺丝，他有附。看完了，其实这个车真的蛮简单的，因为跟我们的车，我们是自牌的，但这个是手牌的，人家敲价钱啊。手牌会比较有价格。手牌的新车价都比较低，反而中古价反而会比自牌高，尤其越老的车，自牌的容易坏掉，变速箱的问题，手牌的比较没有问题，就是安内。那、你问一下他这个是什么？好啊，我跟你猜，他应该不知道。这边也有嘞，好像是安全带的嘞。你看拉出来，这样你看放开。好，你放。没有啊。那边有哎、欸。这边有嘞，你看。好，我找到一个可以扣钱的方式。你看喽，关起来，放开。有。这应该是怕说比较长啊，你们打开之后它收回去，啊、后面的人才可以出来。哦，有可能，因为不然是它可以掉呀、啊。我猜的啦，你这个是压，好像跟安全带真的有关系的。这个之前应该有连过情侣窗哎、欸，你看，还有这个痕迹啊。它漆压，它烤的还蛮厚的。其实你如果换过板件，你也看不太出来。哎咻，它连这个你看，它都没湿哎、欸。直接覆盖过去了，它应该这个有个车身马件是，我看看起来是主结构，就是这个水箱架是没有。我们先撇除任何一块板件嘛，主结构不要上到就好了。这都很漂亮，对吧？我刚刚注意看一下，啊，这个都看不清楚了。我等一下再漆模拟打一下，这随便都是，如果两层以上都是200多以上的，哇，280。对啊，哇，这个更厉害了，1100。哎，这个为什么？你看。因为它超过它的范围了，是啊，1268，1400，哎，1400打出来了，13多，因为这边很容易去弄到，过弯的话，这边也会啊，你看嘛，转弯的时候最容易去刮到的是这边跟这边啊，哇，1444，表示它补过，如果有一片更薄的，有可能就是换过，啊，我问一下小师好了啦。因为人家从大老远过来，我们先赶快看一看，他不要浪费时间。不行的话就送他一台电风扇推回去。我有那个挂在脖子下咕咕的，应该回家凉吧。好了，我问一下好了。One hour later。我们终于买到，我瞧着顾威嘞，瞧我顾。一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啊，毕竟他也舍不得啦。你跟他讲很久了、啊，讲很久啊，因为讲完价格，他再想一下，再讲完价格又想一下，想很久，因为他这样现亏都有好几万了。我想说没办法，老车回来就是要整理啦。好啊，你现在你不卖，你就要修，修又要再花钱，啊，花钱又往上升，到时候你修到30万，你卖不到30万了，亏更多。好了，要不要去稍微开一下？他说很好开啦，他、啊、这个表不能丢、哦。表坏了，应该是不会动还是什么鬼？他换了一个新的表，所以上次验车可能是这个表。他有一次验车是151579，这个表现在是142000，他换上去的时候是142000了。哎、欸，
这样有时候突然猛一看，以为是不是验车验错了，也差真的差一万而已。我们是换表，不是调表哦。对，差别就是我们知道表不准，可是我会跟你讲。哦，调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14万弄成4万，你也不知道啊。我只能跟你说不准啊，举证举不出来。我们这个可以举证，它是换掉。啊，这个回来还有这个撑杆要换，这个就换掉就好了。这一台的它的铁壳 T 卡举不完暖，没有被撞过。啊，为什么说有没有换我不知道？因为你看，如果它要转过，它喷到这么厚，我也不晓得它有没有转过。啊，转过 也不可考了，三几年的换过板件也还好啦。走吧，带你去溜达一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。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哇，传动轴啊，传动轴会有声音，电器也有改哎，蛮软的，软到会跳的，为什么？哎，还不错吧？这台完成度比它好多了嘞，只有这里啊，这里就开关就尾段了。我刚好看一下，尾段换过。你要修冷气耶？对啊，冷气你要怎么修？先看有没有漏啊，看漏哪里还是哪里坏了，就这样而已。你看这个表会乱跳，没办法。哦，瞬间油门不下去，它会这样走的。开起来如何？还不错啊。有很难打档？不会啊，还蛮好打的。所以它的甜蜜点是正常，比较高一点点。当然这个自己换的啦，这个是自己换的啊，这个方向盘换的。如果是压缩机，应该是花最小的金额，就压缩机换掉啊，等每罐一罐。如果不行，冷牌再换掉，就顶多是这样而已。就是压缩机、冷牌加清洗。那还找得到材料？要问一下，这镜子原本是这样。看起来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你看这个去拖它会怎样？说我要收冷气，他会理你吗？他说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师傅都退休了。那为什么这个会叫？这是方向灯啊？是吗？是啊。这么帅啊？这么酷？现在初步大概有什么东西要修？冷气啊，传动轴啊，玻璃。如果我换的话，可能要补一下，怕它裂掉。那些玻璃有钱啊，买不到嘞，所以我们就。先补一下好了，不管怎样，人家先弄了，其他的可能就可以慢慢来啊。比如说像烤漆前后保，对，那个还好，那也不会影响到车子的状况。哎，没有冷气真的是没办法。有用吗？有啊，它不能左右，只能上下，两边都一样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开关坏掉啊，还是怎样？有点热，直接回去了。传动轴可以用修理的，也可以用换的，它应该跟。Camel 应该有一些都是共用的。这车开起来蛮爽快的，蛮爽的啊！哎，耶！我们那台要修吗？一台车要5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加的都开起的准的备啊！到现在还有网友在留言说2024了，请问车嘞？哎，啊，不然这个当封面啊，说 Celica 终于好了，我跟柯P在车头，然后拍一个这样。好不好？封面就用这样，应该会有人被骗进来哦。对哦，我刚开进来啊，结果东叔公，哎、欸，哦，啊，该写哦。我们那台在车工，我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修理老车就是这样，我到最后发现有没有，我们要自己修理一台老车，不如去买人家修理修理好的老车。赶紧，老车得登撸解救哈，撸碎一个人接手再修理一点，再换一个人接手再修理。这个车主六月才买的嘞，对不对？他回来又换了一点东西。这是保养啊，我排气管啊，盖表。就是那个转速表，可是转速表好像也不太行。为什么表不准？一辆旧的表背啊，哎，我多差几万。1990年，不能红色的啊，哎，不能的。啊，你看我从这边看就看到红色。啊，讲话会有回音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好大，真的好大，真的好大。你看有够软的，你看，钣金都在动，你看，真的是比自己整理还要划算。而且你看它这个整理过，这个胶条都很漂亮，对，很漂亮啊。这个应该前一手都整理过了，不过漆就烤得不好了。对，看，那我觉得这个哈、哦、绿色要烤消光的，你这绿色乃是消光绿的，给水就这个。好，看一下它的胶条，水切都还不错，都还不错。嗯，好，你看前挡的胶条应该也是换过的，
欸，我们那个前挡好像还是破的哦。对啊，破的。买的时候裂一痕啊，裂一条线啊。我五年前的事情我都还记得。开车上面还放一个蓝牙喇叭，我都还记得。嗯、好啦，反正这个头台应该是不难修理啊，里面很多开关看起来都似曾相识。讲是这样讲啊，没办法修理啊嘛，现在修理我了。我修理没好，好不好？等我们修理好，到时候就有两台了。好啦，那这个要期待什么？有什么好期待的？就修理好了，修理好了，对啊，大家不用期待啦。好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，耶、yeah, ，下次再看两台，两台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台就慢慢 Q， 啊，一台慢慢 Q， 有朝一日，在我导电之前，希望它可以完整。哎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Albert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哎，没有嘞，这边不会叫、啊，这边才会，不会叫。你看这个表会乱跳。